像两礼拜没有见了。这个，我们现在来上这个资料处理的部分啊。那今天的难度大概就是，反正我们会难度会稍微递进的、啊、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处理的资料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不确定你们还记不记得上节课，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如果有一个人啊，他假如说二号好了，二号他如果疾病，他的排法是二高血压，二 C 肝这样子，你们应该有印象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好，那现在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种排法，你会觉得这两种排法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对不对？这两种排法只是他本来用一个栏位去做，然后现在变三个栏位，对不对？然后一个人最多的三种疾病。好，不过就光是这个小小的变化，你可能会觉得在 Excel 里面贴起来它其实没有差很多，那在 I 元里面你就有很多小坑你要去把它略过。好，我们来把这份资料下来下来好了，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觉得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们我们应该要怎么在 Excel 里面做这件事情。好，我先我还没打开。好，来，大家，我现在问一下大家啦，那个我们目标是要把从这个样子转换成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就是一号他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好，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在 Excel 里面做，我们应该要，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有人讲一下，觉得应该首先应该做什么步骤，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步骤？有没有人要讲讲话的？鼓励大家思考。那我们就从右边开始好了。哎 ，Jenny， 你觉得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我们你现在不要管说用程式怎么写啦，我们在 Excel 上怎么做？先把所有疾病列出来，嗯，很好。不过这个我在这里大概是非常难做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就好。不过第一件事是先把所有疾病列出来，对不对？好，那个我们。那我们假设所有疾病列出来，来第二个人，你觉得你应该做什么事？统计每个疾病有数量。你说高血压出现几次吗？啊，这个跟这张表有什么关系？产生这张表以后要统计这件事很简单啦、啊，但是好像不需要，对不对？好，那没关系，来下一个。你觉得还有什么事要做？除了把统计每个疾病的有几种，有哪些疾病嘛？就是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些事要做，才有办法做资料转换？看每哪些问卷，哪些把它变成逻辑向量，它怎么变？欸，其实有一部很关键的事情都没有人提到。欸，来，你要不要讲一讲？你还有什么事还没做？他们已经确定有疾病种类了，还有什么事你要做？你们都在做，你们都跳太快了。那最左边那个可以吗？有没有什么事忘记了？就你啦，就你。欸，我是问大学生啊，没关系。欸，总共有多少人？没有错啊，他讲没有错啊，你们怎么？你们为什么一开始要跳过这个问题呢？好，那我们现在假设，你知道为什么要总共多少人吧？你要知道你新的矩阵大小长什么样子啊，对不对？你是人乘以疾病嘛，对不对？顶多就是那个疾病前面加一个栏位嘛，就是加个 ID 嘛，这样可以吧？好，那我们假设人跟疾病的人数目都确定了，来那个最后一个大学生，你觉得那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要找这个人有哪些疾病了啦，可是。这个具体的过程，你觉得应该怎么样？想不到，我们已经确定，就是这个就是人数，然后这边我们大家叫编号 ，ID， 好 ID 一，然后这边有 A 病、B 病、C 病，对不对 ？D 病、E 病，好，假设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要填这五格了嘛，对不对？那我要怎么填？去前面找。这里对不对？啊，我看到全部都空的，所以这边是不是全部都填 false？ 那我第二个人的话，我是不是就要比对
C 肝高血压 C 肝哈，可能是这里这两个是 true， 啊，剩下都是 false， 是不是要这样填？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刚刚的动作哦，刚刚的动作是我要筛选的时候，我是筛选，我以前是对这个下索引，对不对？我上节课是对人下索引，然后我是不是列出他所有的疾病，对不对？现在我还是对人下索引，可是他现在变成是右边三个，就是右边三格看有没有什么，这样可以吗？本来是看他这个，然后选择第二个栏位，然后往下看嘛，对不对？现在变成往右看三格，对吧？其实差别没有很大，差别没有很大。好，可是你会遇到什么小坑呢？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第一步是我们要先把这个所有的疾病全部都抓出来嘛，对不对？好，啊，怎么抓呢？来，我们要合并三个栏位，我们要合并三个栏位，我们要怎么合并三个栏位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等我一下，我先把答案读进来。好，我们要怎么合并三个栏位？合并向量，合并向量，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C 这个函数？可以吗？好，你合并完了以后，然后合并完了以后，你如果想要得到它的 labels， 这个我们应该很熟练的嘛，就是先 factor 再 label， 可以吗？你们应该都觉得很熟练的，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哎，你为什么？你发现了吗？它这是我们要的吗？这看起来不像，对不对？看起来不像，对不对？好，你们觉得这一串语法逻辑有什么问题吗？你们看得出来逻辑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来，我问一下，那个我们现在来问研究生，好了，来，就你们两个，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讲先引啊，先讲了，下一句话比较，还是这句话比较不好讲，下一句话比较简单。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好，那这一行是做什么？那个新的种，把它先 factorize， 然后再 label。好，那这样听起来逻辑很清楚啊，大家觉得这一步哪一步出错了？大学生有办法吗？觉得哪一步出错了？好，我们看不出来哪一步出错了，对不对？我们看不出来哪一步出错了，但是我们最后检查的是这一步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往前检查好不好？我们往前检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put 是什么。这看起来没有问题，对不对？这看起来是不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这看起来没有问题，对不对？好，这个看起来，来再来看，哎，这个看起来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个，哎，这看起来有点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透过观察，大家觉得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这三个向量合并之后会变这个样子？好，我直接跟大家讲，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原因就在于啊，这三个是因子向量，对不对？这三个原来就是因子向量了。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它下面就有 labels 了，对不对？本来就是因子向量了。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讲说因子向量它是属于正整数，所以三个因子向量合并的时候，哎，它其实就是以为你在做正整数的合并，所以下来是正整数。好，我相信一件事情啊，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大家就会觉得那这就是一个特例，我要记起来，对不对？好，所以问题不是这个样子，问题是你要想是说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把一个东西丢成 factor 然后再取 label， 这个东西必须是个文字，对不对？这必须是个文字才有办法这样做啊！前面我们不是都学到这件事情吗？就是它必须是个文字嘛。所以啊，我其实必须在合并以前先把它转成文字，那它就不会失去它的文字了。然后接着它就可以做 factor labels，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们刚刚我感觉出来，就是你们对资料处理里面有已经有一些基本能力，你们有一些抽象规划能力。你们知道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大概要做什么，只是程式不见得写出来。那现在你们会发现，程式其实没有很难写，对不对？因为都是学过的东西。可是中间就是会有一些小细节，你需要去特别的注意。
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去仔细检查每一步，确定一下这个结果是不是你要的。好，所以当我们先把东西都改成文字了以后，我们都先改文字了以后，接着我们再合并，你会发现，哎，这个合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就是我要的？可以吗？那接着当然 vector levels 最后这个出来的东西自然就会是我要的，这样可以接受吗？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好，那当然啦、啊、就是有别种方法，就是我们这边在读档的时候，如果你有下这个参数 string as vector 等于 false 的话，它读档进来 default 是文字，你就不用做额外的处理了。好，不过这种东西啊，就是我现在跟你讲，它好像就是一个要背起来的东西啊，所以它不是我不希望你们因为这个问题然后以后你们都下这个指令，你们应该是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学着去找中间的，就是到底哪一步出错了，然后你去仔细想一下，到底是不是资料在格式转换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什么东西才能够做下那个指令，那你忘记了这件事情，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就好像我们前面在用 factor 跟 levels 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我们前面在用 levels 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有注意到它必须要是 factor 才能用 levels， 对不对？我们前面做了好多次这样的事，对不对？就是你想要用那个函数之前，你需要先把你的资料改成那个格式。那我们现在只是告诉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保证持续确定你的资料物件格式是符合你想象的，这样可以吧？好，那接下来下一步呢，我们现在就是要得到 level status， 我们得到了嘛，对不对？那 level sample 容易得到吗？ level sample 容易得到， level sample 因为以这个资料来讲， level sample 非常简单嘛，就是啊，它就只有第一个栏位嘛，对不对？那第一个栏位每一个人，这样子我们得到是不是就 level sample， 这样可以吧？这没有问题。好，接着我们要得到 n，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 matrix， 我们先填零，然后Number of row 等于 level sample 的长度， Number of column 等于 level disease 的长度加一。为什么要加一？应该知道吧？因为我前面要多放个 ID 嘛，对不对？然后接着我们把 column length 填进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new data， 我们 new data 现在长成这个样子哦。看一下，好，现在这个它长成这个样子没有问题吧 ？ID， 然后这个 BPH 以此类推，这样下去，这样没有问题吧？这样没有问题。好，唯一有问题的是，哎，这个 levels delete 的第一格是不是空白？空白其实我不要，对不对？空白我不要，可以吗？所以我这边加上个负一，就我不要第一个，这样可以吗？这个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差别很小，就是只是让它更好看而已。实际上你该做的还是做得出来。好，我们再做一次。好，现在我们的 new data 长得是不是？啊，长得是不是漂亮多了？这个看起来很干净了吧，对不对？好，接着，我要把我的第一个这个第一个 column 填入我们的 level sample， 这个没有问题吧？这个也是很简单的，我们就填进去。好，好，现在我们的基本的架构已经做出来了，对不对？现在下一步就是我们这边要填 true 跟 false， 对不对？可以接受吧？好，那我们一样，在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强烈建议大家先 i 等于一，就是你先把 i 打好，就是在我们前三节课，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写回圈的时候，我们要透过观察？那我相信你们现在都有这个能力了，你们已经不需要观察了，你们现在可以直接从 i 等于一开始打了，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已经可以想象回圈要怎么包了，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个 example 开始，就 i 等于一的时候开始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i 等于一的时候，我要来注意，我要怎么塞？我要塞的是这三格，对不对？我要塞的是这三格，可以吗？所以我要做的是什么？这个大矩阵里面，我对弱的筛选是什么？用 level sample 来做筛选，对吧？那我对 column 的筛选是什么？除了第一个以外，剩下我都要，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哈。所以来看一下我们怎么筛选。来 ，data 第一个 column 等于 level sample， 第一个 level sample， 然后二到四。我是这样筛选的、哦、注意我是这样筛选的、哦、这样筛了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第一个人的疾病状态？可以吗？这个应该你不会觉得很难吧，就是你只要规划出来以后，这个语法你应该不至于不会打。好，接着下一步来，我们可以用 percent
来看看他是否有每一个疾病嘛，对不对？因为 percent 前面教过啦，我们上节课也是用这个技术在做一样的事情嘛。好，你看到全部都是 false， 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因为第一个人没有疾病嘛，这样可以吧？好，我们来二，第二 level 等于二。哎，你看到是不是就有一些是 true 了？可以接受吗？是不是就有一些是 true 了？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东西填到我们前面这个 new data 里面，然后我们用负一，负一，因为第一个 current 已经被我们填过东西了吧，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好，这样子我是不是就可以填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你看我第二个人已经填进来了，那第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填进来嘛？来，再第一个人也填一下。好，我们来看我们 new data。好，你看到吗？这边是不是说他有高血压？这没有问题吧？第二个人他有高血压，然后第二个人还有什么？第二个人还有什么？哦 ，C 肝，这样可以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原始资料。啊，确实是高血压跟 C 肝，这样没有问题吧？好，那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下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包回圈嘛，对不对？要把这个包回圈，你们现在一定不会觉得很难，对不对？好，可是包括前面的整个流程，我希望你们自己 run 过一次。所以我现在把时间留给你们。然后我希望有10到15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亲手完成这一题。亲手的意思是尽可能不要去抄前面的程式嘛。然后透过我刚刚的整个流程，来，我们再复习一下刚刚的流程是什么。先产生那个空矩阵，但你要产生那个空矩阵，你需要知道 number of rows 多少， number of column 多少，对不对？然后你要取得 number of row 跟 number of column， 你需要有疾病的 level 疾病，然后跟 level sample， 对吧？然后接着填完之后，再一行一个人一个人来做处理。好，我希望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完成，然后把时间给大家。好，我想我给大家练习的时间有一阵子了，不过我看就是要独立完成，可能还是有点困难。这个我鼓励大家回家稍微练习一下了，因为下一节课会更难，再下下节课又会更难这样。好，那这个如果跟上课一样，就是你已经到这个一步的话，包回圈。目前对大家来讲应该都不会是太难的状况吧，就是写回圈嘛。那 I in 一到多少呢？应该是 length level sample， 对不对？然后接着你就可以把它合在一起了。好，那这样子就完成了。好，不过就是重点是前面那整个规划过程，不是最后包回圈，不过包回圈那是一件，就是这个只是最后留下一步给你练习。这样可以吗？好，那不过就是我想就是有大部分人，我看大部分人是没有在我大概给了大家25分钟的时间了，那其实是没有办法独立完成的。好，那就是可能是语法不熟悉或什么，反正就是回去还可能还要练习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再教一个，我们今天就只剩这个小节了，然后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小节我们要做什么。好，首先我们一样先把答案读下来，然后一样先下载。好，我们下载一下，看一下这个档案长什么样。好，这个档案大家看一下这个档案格式哦。这档案格式是这样子，某某病人，他在某一个时间，测了某一个数值，做了肌酐酸的检查，检查结果是7。某某病人在某一个时间做了钙离子的检查，结果是 7.1。好，这个样子啊，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这个是database 里面的样子。我所谓 database 里面的样子，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讲，三军总院的 database 就长这样。以后你们去看病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当医师的时候，你们去查病人的结果，你们说这个我要查2185这个病人，我告诉你，他就会给你这样一张 table， 这样懂我意思吧？可是这不是你要的，你要的不是长这样，你要的是长这样。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你应该想看的是长这个样子。某某病人某一个时间点，他的肌酐酸，第一次是 3.7， 第二次是 3.2， 第三次是 3.4， 你想要的样子应该长这样，这样才方便看嘛，对不对？你这样子要筛选 creatinine 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看，我是不是这样就很容易比？然后我要比较，我同时要看这两笔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可以看到一个趋势？这才是我们想看的样子，这可以接受吗？好，问题只是我怎么从这个转成这个，
好，一样，请各位构思一下转换流程。好，一样，我们这次刚刚从这边开始嘛，我们这次从这边开始好了。好，来，那我们这个来开始想一下那个，我们从那个研究生先来的好了。来，你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好，先看有多少人。好，这个我们同意啊，看有多少人。好，那下一个来，哎，这个就你了。来，他说看有多少人，那你要看什么？或者你告诉我说看多少人没有用，也可以。哎，你们是看不到我的萤幕吗？还是看得到？那第二步你觉得应该做什么？或者看多少人？确实应该看多少人啊？这个没有错了。那你觉得应该要下一步嘞？不要那么害怕嘛，不然就不知道嘛，好不好？不用跟他讨论，不然你们跟我讲好了，好不好？你们跟我讨论，跟他讨论没有用。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不想回答算了。你们觉得应该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是不是疾病啊？这是测试啦，就是这个很熟练的嘛 ，levels 这个 factor 之类的就可以搞出来。哎，好，那我现在问下一个人一个问题啦，就是去问你这个问题。好，显然我们要产生一个空矩阵，对不对 ？Number of colon 是多少？测验的数目加一或加二嘛，你也许要加时间加人嘛，对不对？但好 ，number of row 是多少？啊 ？number of row 是多少？刚刚不是有人说要看人数吗 ？number of row 人数吗？你说？好 ，level length， 那我直接跟大家讲啊，这个人数只有十个啦，这边看到了吧，只有十个，所以是人数吗？不是，对不对？因为这边除了人还有时间，对不对？对，是吧？可以吗？这边除了人还有时间，对不对？可是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一个问题？你们要去 level 时间吗 ？level 时间你得到的是什么？这十个人所有的时间，对不对？会不会有同个时间点有两个人？有可能，每一个时间点每个人都会有吗？你可以直接把两相乘吗？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时间数目是不一样，对不对？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样知道这题这个题目难在哪里了吗？好，可以接受。好，那我现在我相信你们已经感受出来，这个今天你们面对的第二个题目，它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发现每一个这个时间跟人啊，它的对应关系啊，很有可能第一个人有120个时间，第二个人有312个时间，以此类推下去。那我现在其实是很难得到这两者的总组合数的，这个我实际是很难得到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方法，我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只 data 里面只有一个人，如果 data 里面只有一个人，这个题目你们会不会做？来，那我们现在重新回来，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还是 levels test name 嘛，没有问题吧？好，那现在因为人已经只剩一个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 levels 人，对不对？我们只需要 levels 时间，这样可以吗？我们只需要 levels 时间，所以那个矩阵的大小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时间的数目乘上 test name 的数目，可以接受吗？剩下再填格子而已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一次只做一个人，我们要怎么把很多个人合在一起？哎，我们好像有教过，它不是就这样 Excel 一直贴下去而已吗？我们好像有教过一个叫 Rby 的这个函数，对不对？你记得吗 ？Rby 的是什么？就是一直往下贴嘛。记得这玩意吗？哎，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人做。然后我们最后再把这些，我们再把它 R 掰起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目标很明确了，我们先做一个人，这样可以吗？先做一个人哦，先做一个人哦。好，先做一个人的话，可是人数那个 levels 把人数 levels 得到，这个还是个重要的事情哦。啊，不然你不知道你要做第几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嘛，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第一步还先 levels test name 这个比较没有疑问呐、啊，这个你们大概都想到了，因为每一次都在我们现在每一次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对不对？等一下，我先把答案读进来。好，这是所有的 test name 嘛，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得到人 levels patient number。这是我们要得到人，好，我们得到人了，人就这些，这样可以吧？然后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要一个人一个人做，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来 i=1 开始 ，i=1 可以吗？就是我要做第一个人嘛。好，我要做第一个人的时候，来，我们先把第一个人的 data 把它筛选出来，这是不是就是 sub data？ 注意一下我在 Excel 里面做的操作哦，我就先选了第一个人，就这样而已。这些就是一个我等一下要对它进行处理。Subdata 嘛，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好 ，Subdata 得到了以后 ，Subdata 得到了以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Subdata 长什么样子。这个 Subdata 的确实就是这个人嘛，然后有很多时间，然后有很多 test name， 然后有数值，这样没有问题吧？好，我们大概看一下他的 n row 跟他的 n column， 509跟4，这样可以吧？好。下一个问题是我需要 level 时间，对不对？我需要 level 时间，这个没有问题吧？好，我们来 levels 看一下。哎，你发现总的时间数目有1532个，可是这个人只有509笔资料，你们觉得合理吗？不合理啊？有什么？有空的，好，怎么空法？你可不可以讲个具体？那个时间没有做那个试炼 levels 怎么会出现？好，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就是我故意设计这个小坑，就是要让你们再更了解一下。你们以为这个东西是属于它的 levels， 对不对？属于 subdata 的 level， 属于 subdata 的 factor， 我们应该怎么讲？实际上它是属于原来 data 的。你想要用很方便的 levels 跟 factor 的功能的话，你必须重新叫它再定义一次，再制作一次那个字典。level factor 这个东西很好用，可是问题是你看它的 levels， 它只有509笔资料，但是它有1532个 levels， 对吧？这样听懂我意思吧？如果你仔细看 data 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时间数目也是153的，所以啊，你从原始的 data， 如果你的 factor 是原始的 data 就已经有的 factor， 你要往下做 sub data 的时候，你要先破坏它，你才能重新建立字典，那才是你新的 data 的字典。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在这边不断的透过这些我这些练习题都显然都是设计好的嘛，就是。一步一步，我前面教到的后面就会用到。我现在今天的重点就是一直在提示大家，你要随时注意你的程式里面你使用那个物件的格式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格式，这样懂我意思吗？好，显然现在不是嘛，所以你需要先把它转换成，你先把它转换成文字，你是不是就毁掉它的字典了？可以吗？那这个时候你再把它 as factor，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重新建立那个字典了？这个时候你再去 levels 才有意义嘛？这样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好，可以接受吗？好，所以注意哦，我们要先毁掉它，再 factor， 然后把它存进来，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哦，就是你要加这一行，这样可以吗？好，我现在在教大家 debug 啦，因为你也许这节课你回去以后，
你其实是有能力规划出来，就是你到底要怎么做，然后你可以把档案整理成那个样子。可是中间会有一些小细节，让你误以为你做错了或什么之类的。啊，其实真的都是一些小细节而已。那些小细，你大家不要不相信自己的那个抽象规划能力。那大家现在程式注重的是细节，这样懂我意思吗？好。那我们继续啦，我们现在已经有132了，然后我们也有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嘛，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可以产生一个空矩阵了。来，我们现在可以产生一个空矩阵。来，空矩阵是多少？哎 ，n 点 test name 为什么我没有贴 n 点 test name 在这里 ？OK， 我还没有贴。那 n 点 patient number，OK，、okay, 我这边先贴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可以产生空矩阵了。产生空矩阵的这个技术，我就直接贴了哦，因为产生空矩阵这个你应该会觉得很容易啊，就是产生的空矩阵这个 number of row 就是 n 点时间嘛，对不对？然后 number of column 就 n 点 test name， 然后加上2，然后 column length 是填入 patient number collect date， 然后再加上 labels test name， 这没有问题。好，下一个这个第一个 row 填上那个 patient 的名字。第一个 column 填上 patient 名字，第二个 column 填上所有的时间，这个一串这样下来，你应该会觉得，哎，这个大概都是符合逻辑的，这样可以吧？好，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现在要开始要填数字了，我现在要开始填数字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填数字。首先，我们刚刚 i 已经用过了，而且等一下我们要打包 i 回圈哦，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再用 i 了，这样可以吗？我们现在改用 j。然后我们筛选一下，我们需要的是 J， 并且我们要把 Levels 第一个时间点属于这个病人的资料都筛选出来，这样可以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好，看到了 IP 是 4.3， 那 IP 4.3 你要怎么填回这张表呢？因为是第一个时间，对不对？所以你填的是第一个 row， 这样没有问题吧？你填的是第一个 row， 这个没有问题。可是你要找到 IP 在哪里， IP 在这里，所以你要在这一格填上 4.3， 对不对？这样可以接受吧？你要在这一格填上 4.3， 对不对？可以吗？好，不过在做这件事之前，我们是不是有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一张表你如果 DJ 个时间点，你换成第二个时间点，这个数目是不是不一定？不知道，这个数目是不是不一定是多少，对不对？那我要怎么确定？我如果有一个不定数目的东西，那我要怎么去处理它？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回圈吗？我们就是从第一笔做到第 n row 这里笔，这样可以吗？那我就可以一笔一笔填进去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下了 J 回圈以后，我们马上又要下 K 回圈了。好，来，再来。好， K 又等于一， K 等于一的时候，我们的 sub data 是这个嘛，对不对？然后 sub data K， 它是不是已经只剩这一笔了？它的第三个 column 是不是就是它的 name？可以接受吗？就是这个 IP 嘛，对不对？那它的第四，接下来我要看一下它的 name， 这个 name 就是 IP 嘛。我们想看的是这个 IP 它到底是在 level test name 里面的第几个位置，这样可以吗？第几个位置？这第几个位置，我们是不是有教过 which 这个函数？ which 这个函数就是问说你东西在，就是你的 true 在哪里？就记得这件事情吧。好， name 等于 levels test name， 或者这个 percent 也可以，就是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哎，是不是在这里是 true， 对不对？但在这里是 true， 它是第几个位置呢？用 which 把它包起来，你就可以得到它的位置了，对不对？ which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它的位置？然后注意哦，因为前两个 column 是 patient number 跟 collect data， 所以这应该第十三个 column， 这样可以吗？这应该是第十三个 column， 所以 which name 等于 level test name 加2就等于 position，
这个 position 代表的是我等一下要填到这个 sub， 哎，我等一下填到这个 sub matrix 里面，它的第13个 colum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哎，对，这样没有错哦，这样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哦。好，接着那我要填哪个数字呢？来注意 sub data 里面 decager， 因为现在是 decager 的 decager sub data 的数值嘛，它就是 K4， 这样没有问题吧。K3 就是 IP，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 IP 它的零离子，它的这个数值，这样可以接受吧。啊，我要填到哪里呢？我要填到 submatrix 里面，对不对？ submatrix 里面的第几个 row，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要回答的？第 J 个 row 可以接受吗？第 J 个 row， 因为你现在在处理第 J 个，你现在在处理第 J 个时间嘛，对不对？第几个 color position， 对吧？因为 position 就是我们刚刚找了半天的东西啊，对不对？等于 subdata 里面的 DK4， 来。你有没有发现，你看短短这一行，其实它是问题的关键。你要对我们手上档案的第几个 row、第几个 column， 你要非常清楚。你要填到新的档案里面、新的矩阵里面的第几个 row、第几个 column， 你也要记得非常清楚。这样可以吧？这一行你一打下去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submatrix， 你就会看到在 IP 的部分它已经被填上。这样可以吗？它填到了正确的位置。下一步呢？打包 K 回圈。K 回圈怎么打包 ？For K in K 是1到多少？来，你看了我一眼，就你了。K 是1到多少 ？K 是跟着什么跑的？这样讲 ，K 是在这里，对不对 ？K 是跟着什么跑的？跟着他跑的，对不对？所以是他的什么？长度，他的 number of row 嘛，对不对？可以吗 ？n row。好，然后 k 去掉，把这三行丢到这里来。好，这样可以吗？接着，那我们现在全部执行一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看一次 submatrix。来，你看。是不是全部第一个时间点是不是全部都被我填完了？这样可以接受吗？好，来，接下来要打包 J 回圈，对不对？接下来要打包 J 回圈，没有问题吧 ？For J in 1到多少？1到多少？来，你们讲，有人讲话，来，研究生，来，1到多少？讲一下嘛，时间的 length 嘛，这边是不是有 n collect date， 可以吗？把它放过来，然后把下面这一大包包括上一个回圈哦，全部一起套进来，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子的话，我们再做一次，全部做一次。现在这个 submatrix， 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全部的 data？ 你看填得很好，对不对？填得很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好，现在到最后一步了。最后一步是，那我要怎么？我已经把 J 回圈做出来，这个人已经做完了。最后一步是，那我要怎么样把十个人把它合在一起？我需要用到 R by， 对不对？我们可以第一个人做完之后，把答案存下来，然后第二个人跟第一个人的 R by 产生一个新的，第三个人再跟前面两个人的 R by， 第四个人再跟前面一直 R by，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假设这边已经有一个 data 了，这是第一个人，然后2 2 3 2 1，好，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人的，啊，这是第二个人的，好，这样子，那我要开一个新表，我一定这么做嘛，我就是把这两个。把这两个贴在一起嘛，这是不是就是 R by 的？这样可以接受吗？这就是 R by 嘛，对不对？那对第三个人来讲呢？假设有第三个人，假设这是第三个人好了，
那我应该就是直接把原来的东西，就是我应该就是把这个东西继续往下贴嘛，就这样一直贴下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应该产生一个阻挡案，我应该产生一个阻挡，然后让东西一直往上贴，这样可以吧？好，这个东西啊，这个技巧我没有教过，所以我第一次教。虽然它没有用到新的程式，但这个技巧我没有教过。这技巧是这样，我们先产生一个 final data 等于 none， 你们从来没有看过 none 这个东西，对不对？ none 就是一个空的值。你现在看哦， final data 等于 none。好，现在 none 就是 none， 然后我们可以把 final data 等于 r byte final data， 然后 submatrix， 所以它是 submatrix 是跟 final data byte 之后变成 final data， 所以这个 final data 会不断的被取代掉，这件事很重要哦。final data 会不断的被取代掉哦，所以我们这样执行一次以后，这个 final data 它现在就变成了 submatrix， 对不对？我如果 i 等于2再执行一次的时候，这个时候要跟下一个 submatrix byte 的 final data 是不是已经被我改变了？它不再是 none 哦，有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贴？所以虽然他们的名字都一样，但是他一直被改变。这个技巧是今天核心要教给大家的观念。你可以产生一个阻挡，这个阻挡可以随着回圈改变。这个阻挡可以随着回圈改变，一直bind下去。这个概念其实不难理解。我们之前在做斐波那契数列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在往后涨？这样可以吧？它就是一直 bind 下去而已，这样可以吧？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打包 i 回圈了。来，这个要在 i 回圈的外面哦，注意这件事情，这个要在 i 回圈的外面。For i 是从多少到多少？来，有没有人还有印象的 ？i 是从多少到多少？多少？不要害羞嘛，来讲一下多少？十是什么？十是 number of patient， 对不对？好，把它放下来。下面这一整包全部贴到回圈里面。好，恭喜你完成了，恭喜你完成了，这样可以吧？好，来，那我练习二是档案更大了，档案更大就是练习二，注意哦，练习二你的人数跟练习一是不一样的，跟前面这个Demo 是不一样的哦，我希望大家完整的走过一次刚刚那种过程。那我希望这个样子，就是现在叫你们完全不贴，然后把东西做出来，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所以我希望你们做练习二是这个样子，你们先把第二节的所有程式码贴一次，完成这个档案以后，完成这个档案以后，你们再下载第二个档案。因为第二个档案长得跟第一个档案有一点点不一样，你们有注意到这边是不是有 sex， 这边是不是有 reference value 等等，它长不太一样，但是这些东西是不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去掉。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整理成这个样子，sex 也会被舍去，reference value 那些东西都会被舍去。好，可是所以说几乎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只有在因为它的栏位的名字啊等等被换掉，对不对？所以你唯有你的脑袋够清楚你在做什么事，你才可以改掉正确的索引，然后把前面的程式码 apply 到后面的程式去，后面的档案去，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先贴第二节的所有程式码，让它动起来，成功了以后我们再下载第二个档案，这样好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学一下，就是之后你的回圈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你可能会需要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出来是进度条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在原来的回圈里面改上进度条，它应该这个样子，就是这里你首先你要先跟他讲一下这个 PB 等于 text progress bar
在这里，就是在回圈的外面，你要做一个这个，然后你要跟他讲 max 是多少哦， max 是 n patient number， 这样可以吧？然后接着你在回圈的这里 set dxt progression bar pbi， 然后 close。这个东西哈，就是这个不算核心函数啦，因为这个没有进度条也不会怎么样，对不对？可是有进度条比较方便。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看到了吗？因为这只有十个人啊，所以很快。好，接着我们要怎么把第二个档案来做第二个档案呢？来，你把第二个档案读进来了以后，你会发现第二个档案，哎，它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变到第三个栏位了？然后这个变到第四，这个test name 变到第这个就是第四个栏位，这个变到第五个栏位嘛，对不对？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先直接对档案做一个简单的前索引嘛，对不对 ？data 等于 c 一三四五啊，这样子你就跟原来一样，这样是不是就跟原来的档案一样？好，所以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了。你看到啊，不过要跑很久，因为档案真的很大。所以你需要进度条，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当然你也可以不要在这里索引，那你就是要把这边test name 把它改第四个 column 嘛，对不对？然后时间把它改第三个 column 嘛，那 value 把它改成这个第五个 column， 这边改第四个 column 等等。好，你也可以这样搞啦，只是比较辛苦一点而已，这样可以哦。好，不过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练习一下，就是。尝试一下，就是怎么样把这一串最后自己写出来，可以从前面的改，这样会容易很多，这样好啊啊！所以你们应该现在发现了，就是现在我们的课堂上的程式码动不动都五十行，你们会觉得五十行很难吗？你们一开始一定会觉得很困难，可是我希望就是经过我这几节课的铺陈以后啊，你们会觉得哎，它其实是有一个撰写的顺序的啊，绝对不是从第一行写到最后一行，大家看出来了。是有点从大到小，然后再从小包回圈，再慢慢包回去，这样可以了解。程式其实这样写的。好，那我们今天大概上课都上到这里啦。那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再练习一下。那就是我还在这边一阵子。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那就这个样子咯。那我们下一节课要教大家一个新的物件的列表，它可以再帮助我们解决一些事情。好，就是我们总共有三层物件嘛，对不对？前面两层都教过，列表没教过。我要教大家列表。好，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里，想吃饭可以吃了。